神的百姓早安，今天早晨也让我们定义用我们的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开口来宣告他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Amen。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告知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是我喜乐泉源，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们今天早晨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早晨就把我们的重担交托在神的面前，相信神的亲神今天要充满我们，神喜乐的膏油今天要来膏抹我们，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我们把我们的重担都带到主你的面前来，主啊，愿你使我们得着安息，主啊，得着你的亲神，主啊，愿你将你加倍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靠着你，主啊，可以常常的喜乐，主啊，靠着你的救恩，主啊，我们可以欢喜，主啊，谢谢你，主啊，愿意来遮盖我们，医治我们，恢复我们，主啊，让我们重新能够选择喜乐的能力，主啊，能够在你的两面，主啊，主啊，快快乐乐的，主啊，你拯救我们的日子，主啊，我们都要你的日子，让我们在家中受到大欢喜。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在宣告你的宝血，你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主，主啊，我们要张开口来赞美你。
主啊，愿你来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主啊，愿今天我们众人一同献上了赞美，铺成一个荣耀的宝座。主啊，我们要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欢迎你今天，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深刻的与你同行。主啊，求你以救恩为衣给我们穿上。主啊，让我们今天披戴着基督，主啊，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主啊，因为知道你在我们的右边，主啊，我们就有那个快乐在我们里面。主啊，是的，是世界不能夺去的喜乐，今天要再次的来充满我们。主啊，早晨也向你祷告，把我们的重担都交托在你的脚前，愿你以轻省主啊来充满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就快乐的来与主同行。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亲爱的祷告家人平安，今天是我们让喜乐的泉源涌流系列的第二天，主题是透过祷告让喜乐的泉源涌流，要透过祷告让我们里面喜乐的泉源不断的涌流。我们看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56章7节，这里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感谢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但是我们要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昨天我们有提到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其实要常常喜乐的确是不容易，所以常常喜乐后面还接着要不住祷告，因为祷告可以恢复我们里面的喜乐。就好像刚刚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所宣告的，我们可以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所以第一点，我们来看祷告使我们转脸向神而喜乐。我们看一处的经文，在尼希米记8章10节，那你尼希米对百姓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其实在当时的背景，尼希米带领的百姓在很短神迹事有神大能同在帮助的情况下，52天就已经修好了城墙。而当修好城墙的时候，尼希米看见更重要的是，不只是外面的城墙要重建好，过去圣殿已经再次的重建，可是发现仇敌还是可以任意的出入掳掠他们。尼希米就从山那里感动，他就看见不只要有圣殿，还必须要有城墙。其实这对我们人生来说也是如此，当我们接受主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我们就已经重建圣殿。所以哥林多前书6章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但是我们不只是要重建圣殿，我们还要重建我们生命里面的城墙。过去特别是信主以前，我们的人生经过了不同的处境，可能来自原生家庭，可能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大环境上面的偏差，更多的是我们错误的选择，我们的非神信念，使得我们里面心里的城墙是倒塌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重建圣殿，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是一个重建城墙的过程。如果城墙不重建，我们明明信主，我们还是充满了软弱，我们还是很容易就跌倒退后。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重建我们的城墙。尼希米在当时的情况就发现外面的城墙重建好了，但是百姓也需要不止回转向神，要重建城墙。所以尼希米宣告严肃会，尼希米带领百姓一起向神悔改，不但为自己的罪悔改，也为祖先其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在我们生命中带成的破口跟影响一并的悔改。当整个盛会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尼希米就宣告，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祝福，也是他所应许的，就是神要把喜乐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发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回转向神，我们就会透过我们的回转
神给我们一个印记，也是给我们一个生命的丰富的祝福，就是神要把喜乐赐给我们。所以当百姓回转以后，尼希米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生日，在主的生日里面，你们不要忧愁了，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知道当主受难的时候，门徒也是忧愁的，但第三天主从死里复活，今天神的教会都改庆祝主日，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因此我们欢庆主复活，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荣耀的盼望，我们能够常常喜乐，我们纵使好像喜乐的泉源要塞住了，要停止了，我们就开始祷告，因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转脸向神，以致神的喜乐再次要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看第二点，就是因着神我们喜乐，但是我们的乐观是不肤浅的，我们不是肤浅的乐观，我们是乐观不肤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乐观是来自于神。我们看一处的经文，在历代志上的20章20节，这里讲到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瑟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当时三国联军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约书亚耶沙法知道他们无力抵挡，百姓的心不是惊惶，就是觉得那我们就去拼命哈。但是神透过先知启示约沙法王说，这时候你们只有依靠神，依靠神哈。所以呢，约沙法就召聚百姓，面对大军压境，就向百姓宣告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人生非常的困难，在这个困难中如何喜乐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神，因为如果在风浪中间我们信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可以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今天包含完整的圣经都赐给我们，我们也看到神也乐意透过圣灵的感动，以及我们彼此的鼓励领受，我们互相勉励，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约沙法所说的，信耶和华我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我们立稳，我们亨通，我们喜乐的泉源就涌流了。后来我们看见约沙法派祭司在前头行然后接着耶和华神就让这三国，很特别，原本是三国同心联军要攻打犹大国，结果呢，两国自己联合打第三国，把第三国灭掉以后，两国又互相攻打。所以当犹大人后来出去的时候，就看见尸体遍野，他们就去收取战利。当我们信耶和华我们的神，总是有办法让我们靠他立稳，我们信他的先知，包含他启示的话语，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就必亨通。所以我们要再次来到神的面前说，祷告能够使我们喜乐。第三小点，我们要领受祷告的恩语，让喜乐的泉源可以不断的涌流。我们看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那里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常常喜乐跟不住祷告是连结的，而神已经说我们可以在祷告他的殿中喜乐，而我们的身体如今也是祷告的殿。好，因此我们要求主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我们就必经历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常常喜乐，因为我们也不住祷告，求神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常常充满我们的心，以致喜乐的泉源不断的涌流。我们一起向主回应祷告。第一个祷告是祷告使我们转脸向神，而我们转脸向神，我们就能够喜乐。愿我这个人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也常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我们一起同声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你已经应许我们，我们可以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主啊，有的时候喜乐
好像要失去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喜乐，但是你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我们这个人就是祷告的殿，主啊，当我们在祷告的殿中向天上的神仰望祷告寻求的时候，我们就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我们喜乐的泉源就再次涌流。愿我这个人主啊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殿，而在祷告的殿中喜乐，我使命宣告，我们要成为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的人。我们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转脸向你的时候，主啊，当我们专心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祷告，主啊，你的同在，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在你的同在中，主啊，我们能够经历真正的喜乐，主啊，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每一天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不断的祷告，主啊，使我们常常在你的殿中喜乐，主啊，生活中有许多的事情，主啊，可能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但求你帮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挑战，主啊，使我们的眼目不转向世界，主啊，而是专注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的心被你所充满，主啊，我们祷告，我们成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主啊，一个不断寻求你敬拜你的生命，就是我们主啊被呼召的生命，主啊，使我们的心成为你美好的居所，主啊，在每一天当的生活中，主啊，我们都祷告，主啊，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如何在祷告当中，主啊，主啊，能够得着你的喜乐，如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美好的倍增，主啊，在祷告的殿当中找到真正的喜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感恩主，我们是何等的蒙恩。主啊，当我们下垂的手，主啊，我们定义要向你来举起的时候，主啊，我们全然交托、全然倚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完全的信心跟完全的喜乐。主啊，因为这是你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主啊，当我们全然的向你敞开、全然的交托、向你来呼求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忧虑，主啊，你已经为我们承担；主啊，我们的一切的羞辱，主啊，我们一切的羞愧，你也为我们承担了。主啊，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们要转向你，主啊，我们要向你来抬头，向你来仰望。主啊，你，主啊，你的喜，我们又赞美成为宝座的时候，主啊，你的喜乐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个力量。主啊，当我们开口，主啊，赞美你的时候，我相信，主啊，你就必向我们施恩，主啊，你必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祷告的殿。主啊，在祷告的当中遇见你，在祷告的当中来被你托住，在祷告的当中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再一次的得着喜乐。主啊，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Amen, Amen。 我们再次的回应祷告，因着神我们乐观但不肤浅，所以我们的喜乐不是来自肤浅的乐观，我们是如同耶撒法王所信靠的神使我们喜乐，他宣告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让我们效法耶撒法王，我们信靠神我们就立稳了，信靠他的先知包含神的圣经，我们就能够亨通，同声一起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能够靠主常常喜乐，我们不是肤浅的乐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啊，如同约沙法王所宣告的，信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立稳了，信靠他的先知包含今天你所启示我们的圣经，我们的道路就亨通，以致我们就靠主常常喜乐，主啊，赞美你，谢谢主，让我们心定睛仰望你，如同约沙法王一样，在当危险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立稳，我们能够亨通，因为神是我们的根基，神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是的，主。赞美你，主，是的，你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喜乐可以这么的有凭有据。主啊，因为你在每一处，主啊，无不显出你的信实来。主啊，谢谢你，透过历史，主啊，透过圣经，主啊，你一再的告诉我们，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主啊，是的，主啊，约沙法王他立稳在先知的预言的当中，主啊，他立稳在对神你的信心的当中。当他的信心向你对齐的时候，主啊，他的里面就满有喜乐。主啊，并且他经历一个完全的得胜，主啊，这得胜来自于你，主啊，是的，求你也给你的百姓这样的恩典，主啊，让我们靠着信靠你，主啊，我们就有满意的喜乐从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涌流出来，谢谢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喜乐
但不肤浅，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假装喜乐，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任何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因着忧虑而塞住的，今天早上要再次的被打开，那个喜乐的泉源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涌流出来。主啊，让我们每一个早晨我们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上帝啊，每一次到你的殿中是最喜乐的。上帝啊，我让我们的心尊主你为大，让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的神过去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约沙王法王那个时候他求告神，原来他们要横尸横遍野的，但是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就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今天我们也求主把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我们，我们就可以靠主得胜，我们就可以常常喜乐。因此我们再次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所宣告的，恳求神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因为仰望神而满得喜乐。同声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用祷告的时候，你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我们，我们就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我们就靠神站立的稳。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神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立稳以后，我们就转危为安，我们的忧愁就要变为喜乐。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求主继续叫我们施恩。主啊，赞美你，谢谢主，我们已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一位最可以信靠的神。天父，你说你将浇灌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主啊，我们祷告，我们渴望，主啊，我们渴望你的圣灵临到我们中间。主啊，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能够仰望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充满你的喜乐。主啊，我们恳求主，你就打开天窗，倾倒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和我们所在到的每一个环境，主啊，都被你的圣灵来充满。主啊，使我们的心更加靠近你，更加的渴慕你。求你浇灌你的灵。主要不止在我们的身上，更浇灌我们所到之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啊，你已经把那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如同约沙法一样，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好像危机四起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使我们转危为安，你就使我们的哀哭变为喜乐。求主不断的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靠近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我们要高举你生命，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